无线节目巡礼202210月22日隆重举行，近百位艺员同近千客户聚首一堂，令电视城洋溢欢乐气氛。除了向客户介绍来年的精彩剧集和综艺节目之外，一班艺员更化身吉祥物同客户影相及大玩游戏。而讲到全晚的高潮，必定是首次参加节目巡礼的一班星梦学员，他们的演出令全场嗨爆啊！提早暑假投奔初夏，谁将水彩实现这幅画？专心暑假投奔初夏，难彩山下布置我的家，悠悠画笔画得我四季放暑假。心底的我是狂有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感谢。懂不懂真我的情歌？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模与假，是假的真的夜理性。是很興奮，很緊張，因為看到那個 mon 有我們那些片，跟住係咯，所以就很期待我們的節目。係，Richie 咧，啱啱喺度唱歌的感覺是怎樣啊？再次在這裡唱歌，有些奇妙的感覺，係，即係見到有很多人在唱啦，然之後看著我們唱歌，咁就覺得那種感覺，咁樣正啊，係啊。啱啱你哋唱歌嗰陣時咧，見到阿志偉啊、祖藍咧喺下面咧喺度幫你哋咧揈揈曬，喺度打氣，會唔會更加緊張啊？見到係有少少好搞笑，但係又唔會話好緊張，係因為我望住正前面，但我見到有餘光，即係我嘅眼嘅餘光係見到有啲閃閃嘅嘢喺度喐咯，所以就好搞笑。我見到觀眾席入面成個畫面都即係。不知道很温馨，因為他們又拎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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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咧就 OK 嘅，因為好開心啦，可以同咁多客户見面啦。一班學員傾力演出，大家都拍爛手掌，連司儀之一嘅丁子朗都被拍檔大爆佢暈曬浪啊！我又見你好似係即係望住曬我哋，即係星夢嗰班。係咯，係啊，個個都話中意我嘅，有啲 Chantel 又中意 Gigi 又中意 Umi 又幾好。點啊？係啊，但係因為係咯，呢個 I love you， 我係 I love you， 好 high 啊！我代表丁，我聽到你好嚼嚼聲，鄭涛啊，佢仲要喺唱 Gigi 啊，鄭涛，咁我係代表丁丁，我代表丁丁去發出嚟嘅呢個啊，呢個係真嘅，多謝你，係啊，係啊，真係好開心啊！因為我哋成個 expo 咧最近嘅高潮咧就係啊有呢一個星夢傳奇嘅現場 live 版啊，好開心啊！佢哋成班一齊嘅學員咧同我一齊表演現場唱歌，好似創一零。究竟你揀邊個？你揀邊個講？而家俾你講，你揀 Bob 啦。梗係 Bob 個袋裏邊啲卡片啊！嚟嚟攞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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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啊記得好好揾佢哋傾偈，之後好好去追阿上跳好唔好？星夢學員嘅魅力又點止淨係迷倒丁子朗啊！我哋嘅高層鎮志偉同黃祖藍都一邊聽一邊揮手吶喊。志偉哥話見到台前幕後一班同事咁努力，佢都覺得好感動啊！所有同事嘅努力咧，就是、大家都好多創新嘅節目啊，咁啊大家個個都做到，但係我覺得大家期待緊即係。自己做節目，自己都期待的話咧，依個好現象嚟。今次好難得係咩？好多個節目咧係嚟自藝人自己 idea 嘅。哦，係，我覺得呢樣先好嘅啫。係啦，因為我翻嚟我就成日想做一樣嘢，就係、是。
就係個個誒，我哋最緊要咧，每個人都能夠俾自己嘅意見，全民皆兵啊！咁啊，所以鼓勵大家咧，係即係我成日同大家講話，你見我哋電影界演員優質度啊！咁啊，每個演員咧都拍咗咁多戲，就想有啲角色我未做，好想可以培養我自己咧，係做一個咩角色，或者我要做一個咩戲。咁而家咪一但你要做落好耐主持或者好在要有啲。有啲綜藝節目咧，我好想做，但我未做過，或者而家有機會啦。你講出嚟俾我哋聽，我哋俾你做。咁啊，今次有好多都係，譬如阿波波個啦，阿六號嗰個啦，就咁啊，冚唪唥都係佢哋好想做嘅節目，而家俾佢哋一一實現。馬國明同胡鴻鈞大受客户歡迎，個個揸住同兩人影相，佢哋都話好感激一班忠實客户一直支持自己啊！佢哋都非常之supportive 嘅，但好多都同我講話叫我演唱會加油。叫你太飛啊！你死啊！你開多幾場都唔夠買啊！真係。有冇叫你加開幾場咧？佢哋都有講話，佢哋有買飛支持，所以好多謝佢哋。係。咁啊，馬明，你有冇影過過百張相啊？已經喺度。冇數到啦。係啊。係啊，但係 OK 嘅，開心嘅，係啦，其實我哋影相係開心嘅，即係難得有人同我哋影相啊嘛，係啊。有冇都收到即係佢哋可能同你講嗰啲説話，令到你覺得好感動？我都會啊，咁好多都係話，哎呀，我有睇你而家個戲啊咁樣咯，係啊，有啲甚至乎問劇情添喎，係啊，但係其實我都唔好記得劇情。其實我哋講真，我哋拍戲拍得咁辛苦，或者唱歌唱得咁辛苦，都係希望有人支持，有人睇我哋嘅戲，聽我哋嘅歌啫，咁係。呢邊雙譚俊彦同陳偉亦都好落力咁同客户傾偈。阿雙同大熱韓劇《魷魚遊戲》男主角李正宰撞樣，呢個自然成為客户同佢交流嘅話題之一啦。有冇啲客户啊朋友走過嚟加你四五六咁樣啊？我叫七八九，唔係，因為其實我最開心就係換命真相嘅 title sponsor 咧，咁都過嚟同我影相，咁就話喂，原來我落咗 title sponsor 之後。生意好咗喎，我真係講真嘅 ，work for work 啊，咁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嘅。係啊，真係好開心啊！我哋咁辛苦拍劇，同埋做俾大家，即係除咗觀眾睇之外咧，其實客户都必須要注意我哋嘅演出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可以認識咗好多新朋友啦，而且有啲之前揾多嘅客户亦都係繼續同我繼續影下相啊，開心下，希望可以繼續合作啊。所以未認識嘅客户亦都可以趁住呢個機會一齊認識下。咁其實我哋真係由頭到腳趾尾都可以買。全新的打麻雀游戏节目未推出已经好有回响，节目主持之一的戴祖仪这日还亲自落场大显身手，咪睇佢年纪轻轻，原来是麻雀高手嚟噶。我就成日私底下都有玩下嘅，系啊，咁所以嗰阵时监制问我识唔识打麻雀，我梗系第一时间话，无论广东牌定台湾牌、越南牌都学紧。哇，犀利！所以你头先有冇吓，即系唔客气咁样连客户嘅都食啊？系啊，因为咧所谓有食唔食最大惡極啊嘛，雖然大家都好撳住我唔好食噶啦，但係真係自摸幾次冇理由唔食，但係啲客户都好好啊，送翻啲紅包俾我啊。係啊，所以可能真係俾我食都開心咁樣。係啊。心姐謝雪心呢日亦都有打翻兩圈，佢仲帶包打牌期間嘅趣事添啊。講個秘密俾你聽，因為我哋咧一開手咧就話有冇花，冇花啊，十八棟啊定十七棟啊，咁就拗一輪咯喎。我哋唔係同客户拗，我哋自己拗。跟住咧係順時心逆時心。我話點解咧嚇？咁呢個一開牌佢就係我上家，你係我下家嘛，係咪？但係佢哋唔係喎，調轉嚟，哇！打到我咧金睛火眼啊，一個開心，好開心嘅。配音節目《好聲好氣》第一季播出後反應理想，會添食推出第二季。主持之一嘅阮兆祥呢日就聯同兩位配音員即場同客户大玩配音遊戲啊！好開心啊！諗唔到啲客户原來咁有 talent 喎，好勁喎！因為其實頭先我哋係個過程咧，就係首先就要用二十秒讀曬嗰個急口令啦。過到關之後咧，就可以咧就同我哋嘅配音員咧可以挑選啦，究竟係想配古裝或者係時裝、天地豪情，仲有呢一個嘅金枝玉葉，係嘛？點解你哋覺得同啲我哋嘅客户一齊玩有啲咩感覺？好好玩，佢哋好叻啊，反應超快。古裝同埋時裝嗰個節奏，因為時裝快好多嘅，古裝好慢嘅。佢哋慢嘅時候咧，佢嗰個節奏係我覺得有陣時可能比我仲好。我都覺佢古裝捉得仲好過你啊！講到好聲好氣呢、這個節目，點少得第一季嘅總冠軍陳志耀咧 ？Yoyo 都話比賽令佢重拾翻自信同埋力量啊！我覺得
係帶俾我自己，因為其實咧，我唔知道我未，可能你唔熟我嘅人，即其實好似我，好似個樣好似好 smart 咁樣啦，睇我啊，以為啫，可能唔係，可能啲人以為我好蠢，但其實咧，我成日都好係一個好缺乏自信啊，覺得自己叻啊，冇乜用啊，即係咁樣，即係我有陣時會有啲自卑嘅心態。咁但係同埋有陣時都以前都會覺得唔敢去挑戰自己或者去突破自己嘅comfort zone 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反而帶俾我，即係除咗真係好開心有一個獎杯之外啦，咁我就擺喺屋企提醒自己，即係要對自己有信心啦。咁同埋真係要去不斷咁樣去突破自己。即係原來係可以發掘到好多自己唔知道嘅嘢，即係我覺得反而呢樣嘢係比我覺得反而係更加寶貴。